来邀请我们的这个观音区我们农会的理事长，我们的大家长，我们的农会我们的龙头，我们的许文健理事长来为大家点力来支持，来掌声来欢迎我们的理事长。哎，我们在座的长官贵宾非常多哦。我现在来，我简单介绍的哈。我们的市政府的农会局的，郭局长。来，掌声欢迎郭局长。接下来就是我们，两位议员啊，吴议员啊，郭台议员。谢谢，欢迎。掌声来鼓励他，谢谢哦。接下来就是我们，我们是什么哦？什么水利会的啊？李会长。谢谢我们的会长，谢谢，感谢。我们北农粮署北区分署的科长哦，蔡科长，谢谢我们的科长。我们改良场的副厂长啊，是啊，谢谢我们的副厂长啊。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长官贵宾非常多了哦，我们科长都非常欢迎，我们农会的哦，我们的粮堂监哦，吴主干事，还有我们的李监事。代表小组长以及我最敬爱的农民头家，吼，阿家大哥大姐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好。非常高兴啊吼！今天我们农会这个农民节吼，大家这么踊跃的参加，非常高兴吼！农会有大家的帮忙，还有今天我们的农会吼，有两位议员，还有我们市政府市长，还有我们郭局长，还有所有的长官哦，这么的支持哦，所以我们的农会业务现在已经，蒸蒸日上，感谢大家的帮忙，再来跟大家报告，我们农会哦，我们现在存款将近24亿了，还有我们放款也将近10亿哦，感谢农民老板了哦。谢谢，我们农民老板做起农会的吼，在这里拜托大家，有钱哦存农会哦，如果是需要资金哦，来农会周转的吼，我们农会哦利益哦绝对哦非常公道哦，大家放心。还有我们的会员有第一贷款，我们有0.79还是1.29哦，每一个会员都可以贷了40万哦，那个是免担保，免担保的哦。请大家多多的利用哦，在这里哦，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心想事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理事长，请我们的理事长来邀请我们。好，现在我们来请我们的农事政府的农业局，我们的局长郭局长来，还有我们努力哦。我们今天大会的主席我们许文健理事长、梁新文总监事，还有我们吴立坤总干事，以及我们今天到场的我们两位议员吴议员、郭蔡明议员，还有我们市民农田水利会李邦坚会长，还有我们农改厂的我们副两人厂长，还有我们北区公所的长官，我们蔡志勇科长，还有我们观音区农会、观音区公所的我们吴清源区长，以及我们到场的很多的贵宾，纪念我们农民好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那非常荣幸哦，那能够来参加我们今天这样的盛会，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观音区农会哦，能够来举办这样各界庆祝我们农民节的一个大会。那我们农民节大会是我们农友的一个奥斯卡的一个金像奖，给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最盛大、最庄严、最隆重。那也感谢我们今天刚刚表演的，我们安排的我们驾盛班的好朋友们热情的一个表演哦。那这样的一个活动，我想对于我们整个一个我们农民哦，在辛苦一年给我们做最大的肯定。那也非常恭喜今天得奖受奖的我们的农民好朋友们，您在整个岗位上，在整个一个生产的一个界面上哦，给我们最大的努力。那今天受到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肯定，等一下会来做一个表彰。那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农会哦，在
理事长带领我们所有的一个团队哈的努力之下哈，刚刚理事长也有特别报告，我们存款已经达到了将近24亿的哈。那当然在放款方面也达到了9亿多。那也特别跟大家报告，我们在农会哦，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哈，那也转型了，有非常好的盈余，达到了将近260万的这样的盈余。那我想这个盈啊，已经280万了是吧？哦，是。那这样的，刚刚理事长说盈余已经达到280万，哇，那这个节节高升，那也特别这个非常欣慰。刚刚特别也报告大家哦，就是对支持我们农民照顾农会，我想共同的来合作。尤其刚刚理事长也特别提到了，我们农会这边的一些资金，有各位农友有需求的，有要存款的部分，都能够来农会这边信用部这边来支持。当然有需要，农会这边来照顾我们农友的，咱农会老探钱吼，咱所有的会员，咱所有的好朋友吼，就可以用这笔盈余来照顾、来支持我们整个一个我们所有产销班的一个需求。那尤其我们产销班在我们观音这边已经有20几班，会员也达到了我们有400多人。那整个一个会员的体系哦，我们在不管是农会的正会员，还是说那个总共有6000多人有这样的一个会员人数，所以说我们照顾了一个所有的一个农会的一个体系哦，不管是在农会的一个系统，或者说我们市政府这边哦，尤其我们议员这边也非常支持我们整个农业的预算来照顾农民。那当然我们在整个一个农会，比如说在整个仓库的一个改善的部分，我刚刚看到已经都初步那个换屋顶的部分已经都完成了那这部分也让我们这农友来当农回家主要服务的部分，创造更好的一个环境当然市政府这边在整个一个农业政策方面，不管是有机农业也好，还是说产销比例也好，二是说肥料的一些补助，甚至我们整个我们在整个一个，比如说降低生产成本的相关的资产补助部分都有编列相关的一些充分的预算来跟农会这边、跟工所这边来合作，来配合申请。我想这部分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来报告。那这边尤其要拜托各位的，就是我们农民职业灾害保险的部分，这是咱政府真好的一个政策，保平安的一个月才7块半，一年才90块尔所有一个补助的部分，我们在整个一个职灾保险，如果我们农民好朋友们还没有来保险的办理保险的部分，咱农回家也提供上好的服务大家来跟最快的速度来办理保险的这样的一个福利也拜托我们农民好朋友们能够尽快来办理保险委托这样的服务。我想在整个一个我们农会的一个是带领下我们整个业务会跟我们所有农民好朋友共同合作、共同支持。那感谢我们农会的一个努力，更感谢议员的一个支持，更感谢农友大家共同的合作。今天农民节庆祝大会，祝我们所有好朋友们农民节快乐，更祝福所有嘉宾好朋友平安幸福美满，祝福大家，感谢大家，谢谢。我们谢谢我们的局长郭局长，对照顾我们农会，就是我们市政府也是我们的农会局长郭局长非常照顾，我们来感谢大家，再一个掌声来感谢我们农会局的郭局长好吗？好，谢谢今天我们张秘书也非常辛苦还有恭喜我们受奖人我们五道观的美女感谢你们今天接下来我请我们的感谢我们刚刚我要配合呢，吴议员来，我的议员先来吴议员你的麦起来呢，你有麦要配合咱观音区农会理事长，安尼
柯文景大哥哈，咱的上有干事韩良新闻大哥，总干事我们吴烈坤哈，啊，与会的各位贵宾哈，一并称呼啊哈，还有今天受奖的人士，还有参与我们农民节的农民时段哈，大家三，大家好，大家好，好，谢谢。咱观音吼，早期就是以农为主吼，当然时代的转变吼，咱农会嘛有伫转型，已经盈余有280万。咱来感谢市政府，早期的县政府甲即卖市政府，拢非常照顾咱观音农会，所以是毋是来一个掌声给感谢一下好不好？谢谢他们吼。谢谢。啊，这个掌声未来，啊，搁五万公，咱这个市政府吼，13区内底，阮观音吼有较善一丝啦吼，较需要帮忙，无像大农会啦、土地啦、八地，因咧吼，拢有土地开发，真侪地主拢足好业吼，啊，所以咱观音更加需要咱市政府的帮忙吼，啊，咱局长嘛伫伫顶头，我相信咧，咱的市长陈文灿咧。对咱观音一定会特别照顾，因为知影咱遮慢慢要搁开发足济啊吼，啊所以咱的农会更加需要咱的市政府帮忙吼，啊未来我甲李处长吼，一定会努力来拍拼，为咱农民会员来争取咱的福利，我想这就是咱所爱做的吼。啊，议员伫遮嘛要感谢大家对我的疼惜爱护。啊，简单，甲借这个机会感谢大家以外，嘛要来祝福大家农民节快乐，以及咱上爱重要小过年吼，元宵节快乐！吴宗宪祝福大家，感谢大家，谢谢。啊，谢谢我们的吴宗宪哦，我真的讲哦，两位议员都非常照顾我们农会，感谢啦哦。啊，我来普通介绍一下。啊，我们的洪局长到场，洪局长，谢谢。啊，我们大潭电厂的副理副厂长，啊，我们的黄经理，普通介绍。啊，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那个郭台议员。好，掌声欢迎我们的郭台议员。好，谢谢啊，有我两个字啊，大家留啊。今天很高兴啊，是我们农会一年一度的这个农民节哈，因为咱观音窟是一个农业乡啊，我们都是以农立，可以说是说长期来啊，我们的乡亲长辈都是从事农业的啊，那这么多年来啊，在我们历任的这个理事长，我们的农会团队把我们的观音区农会经营的真的是进步很多啊。那我们的借用市长的一句话，起步点来讲，观音农会本来是一只小鸡，可是经过市长的照顾，现在呢已经长大了。那我们希望这只中鸡以后变成很大的一只公鸡，然后这个继续来照顾我们观音区的农民这个朋友啊。那今天农民节，郭台美仪在这边祝福我们这个农民朋友，你们在这个一年以来。啊，我们种的稻米，我们种的西瓜、香瓜，甚至现在新耕耘的黑豆，都能够哈，这个丰收，让大家的这个哈，这个钱都赚很多了哈。所以说今天这个农民节在这边啊，再一次的感谢农会，还有谢谢我们的，也祝我们的农民朋友哈，在这个新的一年，大家都鼠年行大运，数钞票数不完。身体健康，感谢你们，祝福大家，谢谢。啊，谢谢我们郭台铭的祝福哦，啊，大家再一个掌声给他哦，啊，感谢他哦，谢谢哦，啊，真的讲哦，我们观音基隆会了哦，哦，市长常常讲说，像前天还跟我大哥，多那郭台铭某讲了，就他们过去看猫呢，说他们不是讲，哎哟，爱不。希望恁好个招吼，才袂关害去啦吼。谢谢啦，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石门农田小立会的李会长。好，欢迎我们的李会长。大家掌声来欢迎。好，我们的理事长，常务监事，还有我们的总干事，农业局的局长，两位议员，还有各位贵宾、各位农民朋友，大家早上大家好。石门水利会一直以来跟农会，每一个农会都合作，非常好。
啊，尤其观音农会的各位农民好朋友，对石门水库的这个水啊，都依赖着石门水库的水，不管是这个桃园水利会也好，石门水利会也好，都是由石门水库过来的水。那这一年，去年两期这个水情都很稳了啊，所以我们的稻作都是算丰收。那今年一起做的部分，今天开早上五点就放了啊。那今年的水情还算稳定啊，所以今年的水应该会蛮顺利的啊，一起做插秧一定没有问题啊。那过去所有的农民照顾石门水利会，在这里感谢各位。水利会啊，一直以来都以配水为主啊，也当然是要讲求干净的水，所以我们一起合作啊，为我们的农民来服务啊，在这里感谢所有农民好朋友的照顾以及爱护，能够让石门水利会顺顺利利。在这里谢谢各位啊，祝福所有的好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啊，谢谢我们会主任长哦，接下来。我们请我们那个区公所的洪局长哦，洪局长您让你卖给你啊哦啊，好，大家我们掌声来欢迎他。好，谢谢我们会长巨头，还有我们农会的各级班干部哈，还有我们郭蔡议员，还有吴中介师爷，还有我们会长简局长，还有农粮署的长官，还有我们石门农业水利的长官，还有我们那个台电的各级长官哈，还有现场所有的农民陶哥哈，大家早安，大家好。好。我们要感谢我们那个农会三巨头哈，对我们观音农会的协助哈。其实呢，郑市长常常讲说，观音是以工业那个工业区最多，可是我们的农地又是最优良的，我们种什么都会活，我们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的那个各种的瓜果类在我们全市的评比都是名列前茅，所以市长积极会来推动那个南瓜的竞大比赛，未来的南瓜竞大比赛我们扩大举办。那在预算部分，我们感谢我们两位议员在议会给我们支持，让我们各项那个工作的预算能顺利编列完成。好，那希望说各位农民头家吼，大家有钱哦，摕来浪费行吼，咱投入来浪费吼，业绩愈来愈好。啊，若有需要工作到三间的代志吼，来找阮工作。那过来给大家报告一下吼，咱即卖休耕吼，你休受理申请吼，二月五号跟二月七号都有工作班吼，然后六月班也来也再来工作班。就是跟大家报告，就武汉肺炎部分吼，现在政府积极在防疫这个部分吼，所以说各项的防护担当跟我们防疫的宣导部分陆续在进行吼。如果说有感冒还发烧的部分吼，要赶快去做一个筛检跟隔离吼。那也尽量出门携带口罩吼，也勤用酒精洗手。好，让我们的政府的防疫哈能顺利，不要破功哈。最后也祝今天农民节哈圆满成功，大家平安喜乐，新年快乐。哎，谢谢我们的洪局长，洪局长感恩呐。啊，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桃园区农会改良场的副厂长哈，来，厂长，副厂长。好，来，有请我们的副厂长。大家掌声来欢迎一下。农会的长官，还有区公所长官、水利会长官、市府长官，还有议员，还有我们郭局长带领的团队，媒体人啊，那主要是我们北区分署，我们都是农委会的兄弟啊。那我们今天是农民的节日啊，那真的是大家全国国民都有感受到农民的贡献，主要是贡献，没有我们农民大家都吃不饱啊，那真的是我们农民在这个社会上的贡献真的是大家都有目共睹。那尤其观音今天是我们观音的节日，你看从最近观音的米得到全国的优良好米的得奖啊，那从十年了算起来，从1999年开始到现在一直在得奖。那当然我们改良场有贡献一个桃园三号新香米，那其他的呢瓜果类，我们北部从南部一直算上来，他们都不认为北部可以生产瓜果，结果我们观音的西瓜、洋香瓜、南瓜啊，最近配合我们农委会的政策，
大豆啊、甘薯也都很有名。那不要忘了我们的花卉，我们的草花观音花农是一个全国最大的草花厂，我们的盛大同、威品、长寿花，这个都是全国都排在最前面的，都常常都是生产它的。所以这个表示说，我们农民最主要是靠农民，然后他很努力，然后我们市政府、农业局、农会、公所、水利会、台电，大家都贡献一个很好的环境来帮助我们农民。那我接着，我们不管是分署我们改良场，都还是会在我们的责任上，尤其在这边跟各位报告，如果各位想要育品种的话，以后都有机会，不只是改良场育品种了，等于是你们有一个种看起来你育就种得很好了好几年，但是没有品种权，这个可以跟改良场来合作，我们可以帮大家走最后一笔路，把这个品种变成观音的，变成你们自己的。那最后就是再次感谢大家对改良场、对农委会的支持啦，哈，进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谢谢。谢谢我们改良场的副董事长哈，真的哈，我们观音乡人如你能够拿到得奖哈，都是那个改良场的功劳哈，感谢啦哈，感谢。接下来我们请我们大田镇长的副厂长哈，李副厂长。好，那个徐理事长啊，还有我们两位现在的议员啊，还有郭局长啊，还有在场的各位的长官，还有我们农会的各位会员啊，乡亲啊，大家好。那个今天啊，我们来到这里啊，最主要也是对于地方的各种活动啊，我们台电还有我们店长呢，都非常的支持啊，都默默的助力啊，能够做的我们一定也都会尽力的去做啊。对于我们的未来的发电，未来的店长呢，也非常感谢啊乡亲们啊给我们的支持啊跟指教啊。讲到农民啊，我想我也是农民子弟啊，我是屏东万峦客家人。我家也是种田的啦，所以我对农民我感觉就非常的亲切。其实我也很想上台，我也想说这么多长官在就是觉得还是要谦让一点啊。不过今天我一进场，我就看到那个高丽菜，那奇怪，我还小的时候我家种的高丽菜都没有这么大啊，我大概都只有比如两个手掌抱这么大而已啊。我这里头，我刚刚传到我们电厂的群组。他说：“这个高丽菜都比副厂长还要大，所以看得出来，我们桃园观音真的是好山好水啊！不止工业发展，这个农会的发展啊，这个盈余也是非常的多啊。那个存余啊，24亿非常的经营也非常的这个成功啊！我想在这里最主要的。”我还是来到这里，大家还是在过年期间，我们也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谢谢。谢谢大南队长的李副座啊，接下来，这个黄经理啊，店长黄经理谢谢啊，谢谢他了啊。接下来我们从农业局的一科长，一科长第二系的啊，那。农粮署北区分署的蔡科长，都很客气，大家都很客气，很客气。那请我们的总会的我们的梁长坚，长坚大家挥挥手，然后，接下来请我们的吴主任室来，吴主任室来。两位一起上台了，来，农会三巨头一起上台了。我们工作人员准备，等一下把这个要上去。好，谢谢大家。我们关农会今天在大学的轮流活动，感谢我们
啊，农业局的副局长，还有我们两位议员哈，还有这个海洋厂的戴姓副，哦，戴是副厂长，副部的正啊，比较机会啊，还有北京热水的啊蔡科长啊，以及我们在座的啊会员，嗯，老板们啊，还有洪局长啊，洪局长，还有那个谁，水利会的会长。部长啊，委员在那边的张义文跟委员哈，哎好，欢迎大家，谢谢哈。我们今天首先我要感谢，要恭喜我们农民节今天表扬的一些很辛劳的人员啊，我们大家为他掌声鼓励好不好？真的啊，他平常呢对我们农业的付出啊，都很认真，都在无目共睹，对我们农业的发展的产生的。很多的这个附加价值，我再鼓励他。那我们今天能够跟大哥办理这个活动，我们也感谢市府长官还有两位议员帮忙，让我们农会这边能够顺顺利利的来发展。我再次感谢他们啊，他除了经费之外，对我们的精神鼓励啊都很大啊。所以说我在利用这个今天的农民节，感谢他们。好，多谢大家。今天的大会圆满完成，谢谢大家，谢谢。啊，谢谢我们的那个啊，吴同仁市长，他非常认真哦。啊，我第十八届，也很第三年了哦。啊，这次哦，我们的哦，业务部哦，都很会争取的哦。啊，接下来节目都交给我们的张秘书。谢谢我们今天与会所有的长官贵宾。